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垂良。今天新加坡的常用语言的话题是新加坡华族姓氏的方言发音。这一讲我将以华语、英语、海南话、福建话、潮州话和广东话介绍一些华族姓氏的发音。这一期讲蔡这个姓，以后我也会陆陆续续地谈其他的姓氏。华语蔡有两个读音，一个是 CAI 第四声蔡，和蔬菜的蔡同音，还有一个是 SA， 汉语拼音是 SA 第四声，是流放放逐的意思。当然作为姓氏得读蔡，蔡先生，蔡先生。英语蔡在新加坡英语的拼写是 CHUA Chua Mr. Chua， 或者是 CHOI Choi Mr. Choi。 海南话蔡的海南话的文读是 SAI第四个音塞塞，和蔬菜的菜同音，白读是 SUA 第四个音耍耍。作为姓氏在新加坡大多数是用白读耍耍颠颠耍颠颠。福建话福建话的文读是蔡 CAI 第五个音，也和蔬菜的菜同音，白读是 CUA 第五个音刷。在新加坡大多数是用白读刷刷新西刷新西。潮州话蔡的潮州话拼音是 CUA 第三声刷刷新鲜刷新鲜。广东话蔡的广东话拼音是 COI 第三个音蔡蔡蔡先生蔡先生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，再会。